这一句话，我今天一定要把它弄懂，我一定要把它整个的翻译出来。你们第一次接触，你对他有个印象，第一次接触，你知道他大概在指什么，其实也就够了。毕竟不要忘记，他的基本是一级的接触。第二个，我们要有的准备就是说，重点不是在对与错，而。